农村再生，予阮体会加加减会得较，为着脱离饮水的困扰，阮雪福仓库的主人，予伊拆除二十年前起伫水沟顶的仓库，予排水的工程顺时会当完成。我们在推行简的哲学，把孔庙前的空屋拆掉，让牌楼的美感更凸显。我们农村再生的里面，不是一直加了很多东西上去，更重要的是知道什么东西要把它拿掉的。